你听到了，这洪妈妈呢，真的是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还是有人呢，心里非常的开心。你看到这位就是范佐宪的妻子。那么在这个丈夫成功的交保之后，她在车上被我们拍到了这样子掩嘴偷笑的画面。其实，在整个洪案当中，范佐宪呢已经是被裁定20万元交保。如果昨天呢在庭讯的时候，他不但是话讲不清楚，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也闪闪躲躲的，还装病大哭。连辩护律师都看不下去了。那么现在就有人怀疑了，说这些会不会全部都是范佐宪给装出来的呢？主要是因为范佐宪之前到洪家上香的时候，就曾经呢被两次拍到像这样子的偷瞄镜头。当时就有人说他根本就是没有诚意去给洪仲秋上香的时候，那么明明装的是很难过的样子，干嘛还偷瞄镜头呢？现在被拍到了。另外呢，今天凌晨他的老婆在帮他筹钱交保离开的时候，已经上车了。就像这样子，大概知道说她的老公呢已经可以交保了，就有点开心，但是又不敢说，笑得很大声，怕被拍到，就像这样子的掩嘴偷笑的一个情况。那么这看在呢众人的眼里，跟今天洪妈妈的眼泪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得知老公交保，范佐宪妻子搭车离开时，被东森新闻独家捕捉到掩着嘴干嘛？看清楚在偷笑，让记者看得好错愕。因为前几个小时，范佐宪可还在庭上大哭，还求着说凑不出保释金。范佐宪一号开羁押庭，任凭法官怎么询问，只有三个答案：不清楚、不知道、不记得。像是士官能不能关紧闭，答案不知道。谁说关紧闭的就不能考公职？忘记了。知道洪仲秋 BNI 值太高吗？当然就是不清楚。而且过程中闪闪躲躲。一下口急，一下答非所问，一下又是口头禅啊！不然呢？气得法官怒呛：问你的不讲，不问你的讲一堆，你讲的我又听不懂，浪费彼此的时间，要他老实点。就连一旁律师也听不下去，起身敲桌提醒：该讲就讲，怕什么？也不知是不是装傻没用，范佐宪改打挨兵政策，开始说背部有旧伤，羁押期间隐隐作痛，希望不要收押。接着庭讯结束，看到律师要走了，以为交保无望，更是哭了起来，用手擦眼泪。只是这些动作却引发质疑。因为对照强势要关洪仲秋在连上像土皇帝的模样，真的差很大。加上之前到洪仲秋灵堂上香，接连两次偷瞄镜头，借题时穿囚服也不忘偷瞄一下。获得交保后，老婆严肃的神情下也在偷笑，才会让人感觉，难道这些都是装出来的吗？东森新闻龙总余荣豪在台报道。